帮粉丝扫码打号，十五本遇到十六本大后期，对面就城墙和法师塔没有满级。OK， 那只能套出十五本最强流派仙女跟曼武神搏一搏。而后主的极速和野猪都是一级，完全用不了。不过他有四万多蓝矿，他肯定是不知道是什么装备好。没事，交给我就行了。我们极速和野猪只能升到十级，因为还要留矿石升寒冰剑啊。这个是玩天女必备的，从商店买一个。哎，后主你不要心痛，我这样升级绝对是没错的，好吧？寒冰剑升到十七级勉强够用。然后宠物方面，女王带闪消扛雷，永王带哇哇打控制，闰土带小马回血。十五本没有灵狐，你像我这样带是最好的。最后是配兵，他这个是三百单位呀，我们带五个天使，三个超炸，两个法师，两个野蛮人，一个弓箭手，四个哥布林，三个超蛮，五个根曼，四个武神，两个猎手，一个小永王，一个苍蝇，一个龙宝，再补两个武神，秒一下，药水三狂暴，两冰冻，一隐身，一毒药和一个骷髅。对，援兵选择雪怪气球，我们需要用飞艇爆本，配兵没有问题，来直接发起进攻，十五本打十六本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哎，我去，我好像没带气球啊，啊，这有点尴尬。赌一手吧，希望这里面有雷啊，还行，没雷，先用飞艇把大门爆了啊，引出援兵，对不对？然后女王是九点钟啊，这样可以处理两个跳弹加农炮，对，不着急，等援兵慢慢过来，能不能减速一下永王塔？女王减速一下永王塔，减速一下啊，对，安全了，好吧，但是要同时遭遇两个跳弹呢、啊。还是很疼的，这个秒伤390，我们上面下蛮王好吧，给他断一下，对，哎，我去，我的几秒钟没看，这什么伤害呀，我勒个去，顶不住给隐身，哇，两个跳弹，蛮王主要是干掉投石和女王好吧，对，帮根曼把路线清出来，再冰一下，对，就出来，这个时候啊就直接下根曼了，对不对？左边天女清边，上边蛮王清，这根曼武神绝对就不会歪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女王和根曼会合 ，OK， 时间上的不是很多啊。嗯，这个金身直接给他算了，主力因为已经要分散了，不要等主力分散之后再给金身呢，那样是无法盖到所有的部队的。啊，狂暴一下巴这个巴巴塔，哎，这个闰土一个人单走一路吗？哇，根本全在下边呢。虽然说闰土有小马，但是这也来不住啊。坏了，我现在担心是时间不够啊。女王还在，照道理讲肯定是能上岸的，对吧？哎，行，女王进去打多头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闰土能不能苟住闰土？和下面的根本会合好吗？哎，对，下来，下来打掉法术塔，下来下来下来。啊，这怎么非要往上走了？神仙难救啊，没办法了，还有四十秒，快一点呢、啊。武神还在啊，外圈罐子也可以收。四十秒，哎，好像三星呢，三了呀，三十秒，我就不信还收不掉这么多东西，好，这么一些东西，好吧？扎针给我直接拿下，他走。